由金牌编剧简远信打造的电视剧《新洛神》正在江苏卫视播出。根据7月6日的 CSM 33全国卫视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，《新洛神》笑傲榜首，随后几天一直高居前三。而缔造这个神话的幕后推手就是金牌制作人简远信，他表示不用大牌演员，这是他的制作准则，只有把制作费用用来制作电视剧，才能做出精品。简远信在受访时透露，孙俪的每集片酬达到100万，制片方把大笔的钱给了演员，制作费用就会很紧张，剧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。现在到底在哪里？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